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到，在西装棉袄的比喻是死了800人之后才想到的，是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在高端部分啊，部长讲到说对市场的监测，柯文哲形容这个就像是药厂业务代表在讲的话，想问一下部长的回应，谢谢。我实在不应该去回应这种哈，比较，我是在电台大家在访问的时候做了一个形容了哈，那硬要把这样的一个比较严苛的一个事实加注在那样的一个访谈里面，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哈。